宜兰县农会主办第18届兰阳金柑评鉴比赛，礁溪乡农民王子伟荣获冠军，尤淑珍荣获亚军，林素莲荣获季军。同时，本乡农民尤红俊、林明喜、简清莲、林连明、蔡玉梅等荣获优胜。本次评鉴比赛，礁溪乡农民除南瓜前三名以外，也同时有5人获得优胜，体现出本乡农民生产金柑的专业能力。礁溪乡公所谓表扬得奖农民，并于今天1月16日上午由乡长颁发奖状、红榜颁奖祝贺得奖者外，同时依照本所农产业推广及发展奖助要点颁发冠军、奖金10,000元、亚军5,000元、季军3,000元。乡长张永德感谢农民对金柑产业的贡献，欢迎全国民众来礁溪品尝优质的金柑产品。金柑是宜兰特色之经济作物。金柑除传统上可以制作金枣蜜饯外，也非常适合鲜食。宜兰县的金柑种植面积占全台湾金柑的90%，而礁溪就占了其中的40%。欢迎大家来到礁溪泡温泉时，也不忘品尝礁溪的金柑。